嗨，今天我们吃螺蛳拌面，拉面说的新口味。哇，打开就是香臭香臭的味道。先把面放进开水里煮6到8分钟。煮面的时候，我们先吃两个甜品吧。这个是抹茶豆。浓浓的抹茶味，好吃。这个是豆乳盒子，浓浓的豆乳味，好好吃啊。我还煎了2个煎蛋哦。面很劲道，哇，酸辣酸辣的。臭香臭香的。再来一颗鸡蛋。酸酸，太好吃了。这个辣油有点辣，如果不能吃辣的可以少放一点辣油。我喜欢吃酸的，如果不能吃酸的话，醋可以少放一点。害怕臭的话，酸笋可以少放一些。吃完辣辣的，好爽啊！